郑文撼动亚洲的漫画鬼才，一生的创作备受同行大师肯定。我色のセンスとかそういうものはね、魔術師としか言いようがないですよ。更是首位登上故宫殿堂级的漫画家。创作的漫漫路上，郑文踏遍台湾、日本、香港以及中国追寻舞台。有时候发烧到40度了，我一样躺在地上的瓷砖，然后爬起来我又画。一个人很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，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英雄。他说画到死要把图交出去。郑文老师是一个给漫画家看的漫画家，像怪物的人吗？拍摄飞越15000公里，访问超过50位同行前辈，斥资千万打造 2D 同 3D 动画，只为致敬大师笔下的江湖壮阔。千年一吻 ，Movie Anifest 率先呈现。